今天到这个新中华超市，就是以前的香港超市，它是火烧，被火烧掉以后重新建的这个超市。今天去这边买点东西，车子刚好停在它门口，有个位置。又扔了两个小时的，两个小时10.75块，3:49，我闹钟要调一下。不然一会儿忘记掉了，如果被吃罚单不得了，都是100多块钱的。纽约这边的罚单很贵。闹钟调一下，放在那里。时间快到了，再过来。白虾、日式排骨、香辣猪骨汤，再来一包辣牛肉酸味汤，这里跑不跑？我们买一包，也要买一包。今天车子在门口了，方便了这些方便面，买一大堆。OK， 这一包方便面6.99块，6.99，这是白象的。然后这种的就金麦兰的，金麦兰的5.99。哎呀，6.99是最贵的了，应该白象。好几种，好几种味道，一种、两种、三种、四种白象的有，金麦兰的也有三四种，五种味道。哦，他这边卖10块钱，就上次我买的那个，上次在那边那个香港超市卖15块，他这边才10块钱，我买一包，这种的蛮好吃的，他这种是新的，不是普通的那种新哦，有一种是这种的便宜，你看他这字都不一样，韩国字我是不懂，他这边写的 SHN， 这种的便宜，这种的才6块钱一包。这种的不一样，它这种的写 black， 这边有写个这种 black， 这种的好吃，10块钱一包，买了4袋方便面。然后今天晚上吃火锅，过去看一下火锅调料，买2包，火锅调料在这边。哎呦，火锅调料很多种啊，不懂得哪一种，还有老坛酸菜调料，这好不好吃？买一个看一下吧，酸菜鱼调料，酸爽，哪一种好吃也不知道。好人家桥头，好人家水煮鱼，很多种啊，到底哪一种好吃？多少钱？3.99，价格都一样。买一包也不知道，随便买一包呗，不懂得哪一种，留一手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到底
沐浴露，沐浴露在这边。跟你们讲，用这种碧楼的，这种碧楼牌子，这种碧楼牌子，如果身上啊冬天很痒的话，用这种碧楼牌子洗，绝对不痒。那天我女儿也是说身上痒，身上痒，然后我跟她讲用我这种的洗，洗了两天，她就说不痒了，真的很好用。我又不做广告，我只是说自己好用，然后推荐给大家用。给女儿买一瓶，然后我自己买一瓶。它这里有不同的味道，各式各样的味道。它这里面也加了那个什么滋润、什么保湿的那种东西，所以它会洗起来不会痒。都是一样价格的，10块钱一瓶。这个是不懂是什么，这个吧，玫瑰也可以，茶花玫瑰，樱花，这个是，就这个买两瓶，一瓶10块钱，感觉一瓶我自己留一瓶。咸蛋皮蛋豆腐在哪里？在这里。6块钱，那里面几个装的？再买一个吧，再买一个吧。豆腐买一盒，水嫩豆腐，一盒那个北极贝，这好大啊。
哪一种嘎肉好哎？还没好一点的，看一下，都有一点烂，算了算了，再拿一包。新鲜的都烂掉了，没算，哪个算了？这里都算，这都算了。啊。嗯，对。135.053。好嘞。136.05。对，一个分量多一点，一个大一点。刚好了。
的那个。绿色的就糯米粉，那个红色的就咖喱粉。好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还两大袋。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飘雪今天到唐人街做完牙齿，买完菜，然后现在在回家的路上。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订阅。谢谢大家，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，爱你们哦，拜拜。开心最重要，健康最重要。有了健康才有开心，说实在的就是健康第一，开心第二啊，其次都是其次，别的都是其次。